创新竞赛得奖的护理人员上台领奖，这一群白衣大士同时也是发明家。亚东医院的副护理长邓佳美因为不忍心膀胱肿瘤患者开刀后因为尿袋满了没有及时倒掉，导致尿液逆流感染，发明了尿袋满位蜂鸣器。它满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逆行性的感染的风险，或者是血块会有塞住的风险。那它这个声响可以照顾，会告诉主要照顾者需要倒尿了。护理人员打针后拔针时，针头常会扎到自己，有感染的风险。慈济科大林祝君副教授发明联动式安全针头，我现在开始注射，慢慢注射，你看这个套筒就往前了，所以当我拔针的时候，这个针头其实就被覆盖起来了。这一次获奖的名单中就有好几位慈济医院护理师和慈济科大的老师，秉持爱病人的一个心，然后想要去跟他们一起共同的去面对问题，然后去思考如何让他们在这一条路上可以更获得更好的舒适的照护。身为护理人员就是要同理病患的苦，能够提升医疗品质是最重要的事情。大爱新闻江丽君、蔡玉凯台中报道。